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做店长的话，这个绝对不存在。算了，还是选另外一个店长。你想怎样呢？经过今一天晚上信息速率，信息速率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已经想到一个主题了。哎呦，今天我们是秋日的限定。秋天呢，是一个大家聚会跟一起吃饭的好日子，因为天气开始凉了。那秋天大家喜欢吃什么？大闸蟹、羊腩包。我自己秋天的很喜欢吃那个辣味煲仔饭，没有汤啊。那如果是秋天，应该喝什么汤呢？汤王。汤王。汤王之王。找到，想到了，应该是雪梨煲。煲什么？南北杏川贝雪梨汤。哎，哇，这个很润呢。我先写下来。每一桌都有这个饭吗？经过我昨天晚上的心思熟熟，经过一天晚上心思熟虑，熟虑，对，我觉得是做一大包羊腩包，做一大包煲仔饭。那我们每一个人拿的时候，我们就盛给他。所以我会定一个价钱为2000，388一位，营业时间8点开始。OK。